你想换楼下吗？老李说他要搬走。赶紧发电！关瓦斯！关瓦斯！我们要买房子。我可以买房子。哇！买房子，买房子，快点！去收营业，为什么？半年来哦，帮家足足起一杯啦。老板，谢老板。谢老板，卖我爸房子。你要不要我教你断绝同情的方法？闭上眼睛，告诉自己，感恩。